早餐。吃过了。咖啡。不喝。你最爱的。我有全套。我有事跟你说，你能不能让我进去？在这儿说。很重要的事儿。有多重要？我怀孕了。让我进去吧。放手。不。放手。不。赵乔一。反正我回去也要被领导弄死，还不如在你们家门口吊死。是吗？上班去了吗？都快失业了。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怎么愁眉苦脸的？真的要失业啊？怎么壮胆儿啊？壮胆儿？喝酒啊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每次上手术台之前必须喝两杯。怎么没人告你啊？哎，哎呀，你怎么又在玩？一会儿我妈该回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东西操作可灵敏了。哎，你站这儿别动，我让你转个圈。哎，爸，哎，你上回买那两瓶酒去哪了？电视柜后面呢。哎，你要酒干嘛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要干嘛？当当当当！别记得这个，这是你给我的第一管可乐。这个是你喝过的水瓶。我那天上体育课的时候，偷偷回教室，从你桌上偷的。啊，赛车总动员。70分物理实验报告。这也是我的。我的。还有这个。五一说拿年级第一的东西可以考试及格。所以我就偷来。半块。我缺了一半给五一，可他没及格，我及格了，所以他说你的不管用，去偷官长的去了。所以你到底来干嘛？我求求你，看在我们过去这些的情分上，回趟电视台吧，不然我辛辛苦苦得来的工作就没了。是为了工作。
出去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我可是喝了整整一瓶这个才有勇气来的。出去。你不去，我肯定不走。出去。不走。空姐的每天很辛苦吧，在天上飞来飞去的。对啊，当空姐不就这样吗？我说的是天使。你可真会说话。接个电话。赵乔伊，你干嘛？你谁啊？什么情况？我妹怎么会在你家？她怎么会喝醉？我的三明治，快来吃我呀！给你一分钟，让它消失。一秒钟。那个损坏的东西，我会照价赔偿的。站稳，别像个手机挂件一样。陪我。陪你妹呀呗。就是陪你妹。你以前都背的。行行行，那你站稳啊。你中了啊，我们苏银火势越来越好。行，还不让说。知足吧。我在北京想吃都吃不到。我现在好难受，哥。不会喝酒就别喝，我随便说说你也行。我说行了。